志留。小男孩四岁，2020年3月发烧，39.5度左右，有抽搐几秒左右，因疫情没入院。2021年1月1号头部有摔伤，1月底坐自行车摔下，当晚吐了一次。有低烧，有抽搐几秒，脸色偏黑。2021年2月7号医院检查报告，胶质瘤与炎症都有可能，并有重度积水。医生说脑干部位，只能保守处理。回来后，小孩经常说头痛、肚子痛，大便与羊便相似，脚无力，八字脚走路，太阳穴与眼睛之间青筋明显，小便有时站很久才排。医生诊断报告。2月25号，患者来到中心。第一天，红参30克，煮水温服。温敷床垫45度，全身包裹，温敷30分钟。微微出汗，换上干毛巾，用指腹按推全身原始点，整个头部轻轻一摸，小朋友都叫痛。用风筒吹整个头部40分钟。用姜油兑5滴麻油，加8滴浓缩姜汁，轻轻涂抹整个头部。再用毛巾包上红豆帽，在头部温敷半小时，喂小朋友喝姜丸10粒。交代家长，不可以吃水果，寒凉的饮食不可以再吃，只能吃温热饮食。晚上回家睡温敷床垫37度。第二天，姜粉泥灌肠60毫升，小朋友排便都是黑色的石头一样硬的便便。之后全身包裹温敷40分钟，按推全身原始点，头部用风筒吹1小时。头部原始点可以用指腹轻轻按推了。小朋友说第一天处理完就没有头痛了，体力有改善一点点。第三天处理方法同上。第四天，上午灌姜粉泥60毫升，下午灌干姜粉15毫升，处理方法同上。第五天，处理方法同上。第七天，红参50克，煮水温服，增加姜粉泥，涂抹上背部，其他处理方法同上。小朋友体力明显改善，胃口比较好。第一天帮他处理完，到现在头没有再痛了。连续调理了7天，脚相对有力，排尿相对有力，走路明显有力气，精神状态比较好。第一天，上去，上去，自己慢慢上，再上。耶、yeah! ，好，宝宝很棒，很棒。第七天，哎，过来，上来。上来，自己上，对。我跟着自己。他要右腿的话，就你看，现在很。家长提问：一，小孩目前状况有没有危险？有没有偏好迹象？有没有加重特征？二，红参的量有没有副作用？会不会影响发育等？后期红参的量需要怎么调整？三，感觉头有一些些越来越大。四，胶质瘤有没有办法处理？好，我们先来从这个患者的提问来看。原始点，我说从诊断与治疗先来看这个患者的病情。这个小孩子他明显体力是不好的，所以第一个我们先看这一个患者有没有体力，而不是看西医检查报告写些什么，这个反而不是特别重要。好，那很明显他体力已经变差了，那这个第一个就可以先确定他应该是重病了。
我们来看他第一页从一开始的一些说法。我如果我刚刚没有听错，他第一个先就是他有发烧嘛，然后还有抽搐，然后还有就是头部摔伤，头部他有头痛，然后还有我不知道肚子，他小孩子经常说头痛肚子痛，那这个是最主要的，就是症跟状，我们以原始点是要以症状为主，而不是以检查出来的为主，那大便羊屎状，那个黑黑的，实在很黑，我这个黑到有一点，我都感觉这个是不是有里面有没有出血才会变得那么黑好，光就这几项症状然后还有他的体力，我们几乎已经可以确定了这个孩子先从重病来讲，那重病又有发烧又曾经有发烧抽搐，然后脸色也偏黑，也就是面无光泽，然后有时候会有低烧，这些现象来看就有显象咯，已经到重病又有显象也就是有危险的情形出现跟前面的类风湿性关节炎或带状疱疹是不一样，这些都在我在判断都只有到重症，还没有到重病，那这个小孩子是有重病，而且还有一些面无光泽啦低烧啦这些现象所以这个是要小心的这从病情来看。好，那他的处理如果是重病的话，第一个先要保命，所以这个患者的处理方式是应该是以热源为主，按推为辅。那热源应该是怎么使用呢？好，如果我们也不知道他大便是黑成这样，光看他的头痛跟肚子痛，那在使用热源上，第一个一定要考虑到头部一定要涂姜粉泥，整个头部都要加强涂姜粉泥这已经是不在话下了。然后肚子痛，如果以保命来看，第一个要想到的就是灌肠，没有其他，内热炎直接进去会比外热炎更快，直达患处体腔好，那这个就是我说的先确定他的病情，然后再来确定他的治疗原则。那如果是这样涂姜粉泥还有灌肠，这是最重要。然后灌完肠之后，因为他还有肚子痛腹部甚至背部下背部腰的地方都可以涂姜粉泥让热源整个进去然后再来他有痛症那涂完之后温敷，就是来回三次刚刚患者也有叙述，这个在重病处理比如说要用电热吹风机来回把皮肤先吹热，然后涂均匀涂完姜粉泥，甚至整个头部最好甚至把孩子头发理光那整个涂姜粉泥均匀的涂，然后涂完再按推原始痛点然后同样的腹那个肚子痛也可以按推脊椎两侧痛点，按推如果还不能解症，肚子还痛，就可以在患处周围是包括前面的腹部都可以再找痛点按，然后来解决他的痛，应该如果照这样做痛就可以很快解决。那事实上患者他们家属在做，我发现也做得蛮不错，因为第一个头痛也解决了那我相信肚子痛应该又有灌肠，如果又懂得按推，那这样痛也可以缓解下来。然后从第一天走路不大行就是寸步难行几步维艰，到最后体
就可以自己爬上来了，那就代表他体力已经进一步恢复。那以原始点的判断来看，这个是好转，也就是他已经脱离险境了，也不再，然后看面色应该也不会像他说的之前脸色偏黑，这个情况应该也都改善了。好，那我们来看他最后问的几项，我们一一来做解答。后面，对，这四项。第一个，他说目前状况有没有危险，有没有好偏好的迹象，有没有加重特征，也就症状有没有加重，应该是这样。好，第一个，他已经脱离险境。如果以原始点来讲，因为他有体力了，我们说的有热人则生，无热人则亡。那热人是一个抽象名词，表现在外就是体力。那他体力变好了，就代表他已经没有危险性了，然后也确定这个重病已经好转了，现在甚至已经不能再谈重病了。他已经因为体力好了嘛，他也脸不再黑了嘛，也没有什么低温发烧这些现象，如果都没有提的话，那这个已经可以确定了，他已经完全脱离险境，而且不能再说他是重病了。好，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他红参到底有没有副作用。第二个红参看品质啦，我知道在大陆我之前有去采购过红参哦，也听当地的官员跟他们业界在谈他们其实也有很品质很好的红参，也就是有机红参。那当时他们提大概20%是有机红参真的都不经污染的，所以也有销到欧美的甚至是有机的他们也有这样认证过所以大陆红参有一些是很好的但真的最好因为我们如果是外行也判断不出来，如果你要确认这个红参是好或坏，很简单嘛看有没有经过认证确定是有机的这样你们吃起来就会比较安心。我还是觉得如果到重病尤其这么危险的时候就要特别强调红参的值，也就是尽量还是以最好的好，那红参如果用这么好它有没有副作用？当然没有啊，红参怎么会有副作用？而且会不会影响发育？红参怎么会影响发育呢？红参是温补的像中医很多都会用红参啊，你看补中益气汤啊中药啊补中益气汤啊，四君子汤啊，十全大补啊这些都会用到红参的你看这些温补药都可以用，那表示是可以长期服用啊，没有问题。只有说品质不好，那品质我有没有看过不好？也有，有一些就是加了太多糖，那加了糖那个有时候连身体都有一点弹性，那患者这样可以把身保存比较久，甚至重量也会比较重，然后反正你喝起来就是有一点甜甜的，那个就整个的药性就被破坏了这个才需要注意如果没有这个问题，你们买的红参是很好的，我不认为会有这些影响，所以红参是可以喝的。那他现在如果要喝也不用特别强调，因为我刚刚看他还有吃十粒的姜丸那这样应该热源再补充上就可以了。那红参是没有副作用的，如果要配合着喝没有问题，可以还是可以继续喝那第三个问题就来了，就是感觉头有一点越来越大大小的问题就是重
就是撞或异常形态，只能归于这样。但不管是撞的组织受损的肿，或是异常形态的变化，我们都把它归为患处体伤了。那患处体伤，第一个处理的方式就是可以在按完头部的大开关之后，然后再找患处的一些痛点，然后整个的头还是要继续涂姜粉泥，这样才能解决撞，包括撞的组织受损也好，或异常形态也好，这样来处理，它是可以慢慢让头部消下来的，那胶质瘤有没有处理的办法？其实我刚刚教的就是外表，人头可以变得比较小，那同样里面的胶质瘤，经由这样的处理，你把大开关也按了，还有小开关患处痛点也都把它找出来，然后加上涂姜粉泥，里面的瘤也可以改善，所以等于第三项跟第四项，它的我是综合这样回答，他问的三四项其实是不用分类，其实是就是要解决这些状，包括头越来越大，还有体内的瘤，那体表跟体内原始点在处理上没有什么不同，就是第一个找大开关按，按完原始痛点之后再找小开关按，因为我们说的硬结、肿块、肿瘤、肌瘤之类的处理方法，第一个一定要先按推大开关，也就是原始痛点，如果长在头部，那当然就是头部原始痛点，原始点把压痛点找出来，一定有痛点，然后找出来继续按，然后再来整个头部你也可以再找找看哪里还有患处有痛点，再按一下，然后再来就是涂吹热，然后温敷温敷吹热，然后涂姜粉泥来回三次，然后再按推大开关，这些都做完了，再把它保鲜膜包起来或带浴巾之类的，那如果会流汗就要垫一些厨房的纸巾，好，那另外还有这个小孩子虽然他也变羊食出来，肚子痛也缓解了，如果他还有肚子痛，还有这些，那如果余症未解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内热源就是是不是还要继续灌肠，都要考虑到然后再加上外热源还是要涂。那现在如果他只是问头部啦，我只是替他在想，这些腹部是不是都解决？如果都解决了，我就不说。那如果没有解决之前的灌姜粉泥，还有涂整个腹部跟背部还是要涂的让整个里面的也可以，因为你热能够，它一些东西都可以排除出来那孩子就会更轻松。好，我所有的建议都就到此为止。胶质瘤后续一，上两周曾提问关于4岁小男孩胶质瘤，重度积水，脚无力，小便困难，这一周体力明显改善，脚相对有力，走路明显有力气。目前情况，在家长问需不需要再到医院去检查？好，这个问题在疾病与衰老已经都讲得很清楚。检查出来的也是果，绝对不是疾病之因。那既然是果那就不需要检查。原始点谈的是都是从因治病，
也就是你一定有症状，那症状的因在哪里？比如说他头部以前会头痛，还有头会肿大。好，那这个包括里面他西医检查出来的啊，胶质瘤，那也是果。那如果头部就是已经症状改善，包括头痛，还有他的头也慢慢缩小了，没有那么肿大，那就代表已经症跟状都改善。那同样的这个头部里面检查出来的胶质瘤，它的原因也是因为体香及热能不足所致的果。那这么说来，我们用改善体香及热能不足的方式，它也能够把症状改善，体表能改善，体内当然也能改善。所以既然能改善，从果来推里面的果，应该也可以以此类推，也可以说明它里面也一定改善。但要不要再去检查，我认为那个是没有意义的，检查出来还是一个异常形态嘛。那异常形态在原始点的看法，既非疾病之因，也非疾病本身，那跟疾病是没有关系，就是一个衰老败坏的现象啊。那衰老败坏就是把体香跟热能改善了啊，那这个部分它也可以改善啊。所以我的如果以原始点的角度，最大不一样就是原始点从因治病，然后是以症状作为诊疗对象。刚好这一点跟西医从果治病，是以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或组织受损作为主要诊疗对象，两者完全不一样。所以如果你问我原始点的角度，那原始点是不赞成再去照的，因为它是以症状为主，又不是以这个西医照出来的异常形态或组织受损作为标准啊。所以这一部分我就回答到这里。胶质瘤后续二，40岁小男孩胶质瘤后续。上周末家长带小孩去小儿推拿，小儿推拿说孩子是内热，教他们山楂包苹果水来喝，肚肚上面贴他们的膏药。结果星期天晚上，小孩严重体力不足，走路完全无力，脸色苍白。走过来，你头走正嘛，头走正。我走不动了。走不动了。赶紧带到推广点，给孩子全身包裹温敷，喝红参水、姜丸、姜粉泥按推，灌姜粉泥。处理完，孩子马上说有力了，但走路比上星期明显差很多。哎，姐姐真棒。癌我之前都讲过，也不是特别要 care， 最重要反而是要重视的是你有没有体力。我比较担心没有体力的问题，如果有什么都好办，如果有体力很容易处理，但如果没有体力要慢慢调养。但我又老实讲，我比较担心各位的就是有时候得了癌心会慌，然后听了很多我刚刚也听我们志工讲其中有之前一直照顾的有一个癌患者，每个礼拜都有来，那这一次没来，理由就是本来照顾得很好，他来的时候体力已经急需，也差不多我认为是命苦了，我称为命苦。但我说的命苦就是生命迹象都要特别注意，那所以一直照顾得很好，他也蛮听话，但怎么会突然间听到有高人，除了这里之外还有另外有高人，那他叫他喝排毒汤，就一喝那整个都就是一直拉吧还是怎么样，整个热能都泄了，来不了，
然后说情况突然间变得很危急，所以我在想哦，好不容易一个癌症这样照顾到，哦，他来的时候是脸色苍白，然后来到这里慢慢由自宫，连续几个礼拜已经脸都红了，而且他本来24小时都在疼痛，那慢慢变2个小时痛一次，然后慢慢连啊2个小时那个时间都拉长。照理应该他会很放心，但我发现人只要稍微好哦，就会想有没有更好，因为我原始点都是靠人体治愈力自我修复，它是缓慢的在进步，有些人就是不是会急了，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啊？反而你越急，反而啊听进人家那样一说，那自己也没有评估啊，这个排骨汤是寒的还是热，一喝下去那整个就受不了了。所以我有时候我也想哦，患者哦，今天来的人那么多，我还是语重心长的跟各位讲，你们务必一定要上网看我的资料。那你们今天听了人家讲这里有高人，所以你们来了，明天可能别人又说别的地方又有高人，你们会不会被飘走，就这样被拉走？所以我早期我看了很多癌症各种癌的来来去去，总有一种感觉，我是真心对你们，但你们不知道用什么心来对我，我就不知道。我今天跟你们讲，也许你们会听，等出门人家又跟你们讲的时候，你们说不定就移情别恋，琵琶别抱，又去逛医院，都有可能。所以我也只能说随缘嘛。那我希望今天我珍惜这一份缘，所以你们来了该怎么样我会跟你们讲清楚，但最好不要听别人讲，你就直接上网去看我的演讲，那这样你再静下心来自己去判断应该走什么路。原始点它是自救之法，人体本来就有治愈力修复力，那你只要吃对，然后运动对，生活习惯对，身体自然就会给你回报，它会慢慢好。所以原始点比较相信人体治愈力，也就是你体力要好，我刚刚讲最重要是体力，你体力要好绝对不可能别人给你体力，体力是来自于你自己，你自己要运动，你自己心情要好，你自己不能熬夜，而这一切都是你。那我能做什么？我就是告诉你什么不能吃，帮你把关，就是让你知道哦，比如说有一些让你吃了体力变差的这种东西不要吃，那比如有一些过度的治疗让你身体更加不适的，我会提醒你，如此而已。那最后你要不要接受，你要不要决定这样走，你一定要先想好，因为自己的命只有一条，你不可能想吃毒药又想找解药，那是不可能。这个我补充一下哈，这样的患者还蛮多的，就是他刚开始来病情比较严重的时候，一般都会相信原始点，那也会照办，但稍微好的时候，很多人就开始就会听很多外面的一些讲法，然后也可能用到不适合的药，甚至含良药那这个对患者而言很可能整个体力就急速下降。那这个孩子还好，因为他一发现不对赶快又到推广点来，然后紧急处理慢慢又调回来。但是是不是每次都会那么幸运就很难讲，因为如果伤得重有些真的就很难挽回了局面很难挽回所以还是特别请在这里听这些案例的人能够心情要有警惕，一定要熟读观念，一定熟读理论，
然后观念一定要很清晰啊，这样才不容易啊被动摇。人家讲几句话啊，那整个就马上就跟人家跑了啊，这个很重要。而且进一步讲，上个礼拜也刚好提到啊，原始点跟西医是南辕北辙啊，它的诊疗方法跟西完全是完全不一样，但跟中医较为近似，但较为近似也不是说完全相同。比如中医还是有把脉啦，然后他们还可能开寒凉药啊。那原始点只有开温的，而不是药，以补充热源啊。那这些都是平常日常生活可以取得的，然后还配合按推。这样就可以解决，所以他的诊疗方式也跟中医虽然近似，都是观察症状来做判断，但事实上在执行的方面事实上是不一样。所以当你了解了这样，你一出去可能别人也有很多的方法，那我们也不必批判对方，但是你要用之前，你就要心里有个底，啊，到底对方会不会开出寒凉药，啊，会不会用寒冷的？像这个孩子，很明显，他把它当内热，一定啊，这些啊苹果水那个水果都是偏寒凉的，这个我在医疗与保健都有讲过，啊，那对孩子可能就会消耗热能，啊，让他的体力下降。好。那我就暂时补充到这里。